不宣布第一名，以百位路人认为差最多的是99的百名路人大调查，观众最想看到妹妹素颜第一名是谁呢？马上带你回到录影现场看看喽！瑶瑶。先讲一下理由，听理由你先请坐，你不要激动，你现在无法控制自己情绪。没有啊，为什么是我？我真的很衰。什么时候衰？上半年也是我，什么都是我，莫名其妙。好，理由，他跟 Apple 站在一起，看起来比较像姐姐，感觉好像比姐姐还要老，可能卸妆有皱纹吧。第二，近照脸坑坑巴巴，卸妆一定是丑八怪。太厉害了吧！什么路人？你看看。第三，好像要靠双眼胶带为生，不用双眼没胶的话，大小眼非常严重。吃屎啊！第四，卸妆很像琼瑶剧中的苦命女，这还不错。为什么提到琼瑶，是不是？那你有没有怎么样反驳的？你在骂脏话吗？姑娘，我就卸给你看，有种你会不会给我长痘痘？你们这些莫名其妙，神气，骗的。好，掌声欢迎瑶瑶出去卸妆。才小了一点，才小了一点，道具会坏掉。今天我爱台妹这首歌变悲情版的。紧接着，关键性的一个人要出列了，第一名的瑶瑶，掌声欢迎他。想不想看瑶瑶？想。观众朋友也很想看，对不对？先进广告。好了，那瑶瑶，三、二、一。啊啊！看太多了吧？你也看太多了吧，瑶瑶？他是另外一个人。他根本不是瑶瑶啊，你。他根本就不是瑶瑶。这瑶瑶现在有一个状况，听说刚刚直接出门以后，她现在跑到延吉街，我们叫捕狗大队现在去抓她，好跑啊！她现在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素颜，然后畏罪潜逃。哎呦，你们会不会很想看瑶瑶的？会，超级想。都没办法，有人从延吉街把她抓回来了吗？还没吗？脚程太快。他现在的脚程跟林义珍一样倒帅，他已经跑到那个差不多中山北路那里了，也太快了吧。下一次我们一定要把他抓回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也是戴罪羔羊了。